今天是黄色小九来吃饭啦。主食是 Nulo 的鸭肉离冻干，来点粉色 Topper 牛肝粒、羊肺、羽衣甘蓝酸奶冻、草莓酸奶冻、蓝莓酸奶冻、胡萝卜酸奶冻、甜菜根、秋葵冻干、寻龙鱼、鸭肉地瓜干，拆一个绿色的爪爪饼，软骨素三枚粉，来一勺海藻粉，大桶鱼油来喽，从天而降的骨汤，强迫症快跑，超超超香奶酪棒，最后一根牛那啥，好啦，开吃啦。OK。拜拜了。